感恩魔法100日挑战第四日，今日我的目标是要找回我需要找的人，然后我今日好感恩，我好健康，我好有爱，我好开心，我好靓，我好聪明，我好有动力。好感恩老师俾我咁样努力，一齐好感恩，我又好感恩，我系个南瓜好感恩，我系个大蒜头，我好感恩，我系个大蒜头。我是个大猩猩，我好感恩里面是一个大雪糕，我好感恩我是一个大雪糕，好好味啊！我好感谢我哋有蛋糕食，我好感谢我哋有礼物，我好感谢我哋好开心，我好感谢我有一家人同我一齐，我好感谢我啲好朋友一路都陪住我，我好感谢我后生对我嘅信任，感恩生活令到我哋嘅生活变得多姿多彩，如果中意就 like share 同留言啦，拜拜。